火快炒，肥美的花蟹在锅里滋滋作响，再加入一大匙的咖喱炒酱，咸香够味的咖喱炒蟹美味上桌。一种是石头蟹，一种是三点蟹，一种是花蟹，然后我利用了咖喱炒酱，然后下去烧这道料理，龙虾、虾子、螃蟹，很适合用咖喱下去做。那个会凸显它本身的口感跟味道。拥有独特香气的咖喱，一般常见的是搭配炒面、炒饭。老板说，其实咖喱和海鲜也很搭，更可以衬托蟹肉的甜美。而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季节，很多人会选择买回去自己料理。老板也传授挑选的小撇步。第一个步骤就是按身体的硬度这边，好，然后第二个步骤的话，看这个肘关节这边，捏摸下去，它会不会往外跑出来的话，这肉就比较饱。第三个步骤就是按这个尾巴这根脚，硬硬的就是肉比较多。肥美的万里蟹现在吃正是时候，如果吃腻了清蒸的口感，只要搭配适合的调味酱料，再加料理，省时又方便。三立新闻林文富、徐云伟，新北市报道。